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Man， 咁啊同大家继续跟进下屠龙小队嘅案件啦。今日已经进行第35天嘅审讯啦。辩方啊继续对证人啊杨景元咧进行盘问啦，就有关于啊李家田住所同埋香港工业中心检取嘅证物嘅位置嘅情况啊。咁随后咧控辩双方咧再次传召咧多名控方嘅证人啦，包括啊当时搜查队嘅总督察啦，咁啊时任上水警署嘅值日官警署警长同埋案件主管啊。就有关咧搜查同埋拘捕啊李家田嘅过程细节进行多番嘅盘问啦。咁啊，而家等我带大家逐一了解一下今日法庭审理案嘅重点啊。我哋而家开始。重点搜查队啊，搜查李家田寓所咧，未有发现枪弹嘅。咁啊，控方向证人啊，搜查队嘅莫总督察咧展示相片啦，确认啊李家田嘅所在嘅环境同埋位置啊，以及咧向证人啊提问有关当日咧搜查证物嘅过程啊。证人咧按指示咧带队到上水古洞一个单位搜查啦，咁啊寻找啊与案件相关嘅证物啊，包括枪械同埋弹药。咁啊佢忆述咧搜查嘅单位咧面积比较大，加埋室外嘅环境咧总共有8000尺，咁啊搜查咧需要3个小时嘅，最终咧就未有搜获嘅。之后啦，辩方就向证人提问啦，有冇咧搜过咧单位内嘅厕所？咁啊，证人就讲啦，咁啊，刑事调查组咧俾佢哋更早到达现场啦，并讲啊，厕所并唔系佢哋搜查嘅范围啊，需要跟随指示咧协助搜查咧为首要任务。咁啊，第二日啦，早前啊庭上提到啦，拘捕李家田嘅警员咧喺佢第二日咧再去同一个单位啊。在李家田的电脑房中呢就检取了绿色的斜布袋做证物。咁证人忘记前一天的房里面呢有没有这个斜布袋在这个当中啊。咁案件主管呢对严重案件下达这个特别看管啦同埋 low outside 的 contact 呢是指令合情合理的。咁本案证人主管啊张总督察就供称啦，在2019年的12月8号啦，当时呢与队员拘捕李家田之后呢，咁带疑犯返回这个上水警署啦，证人啊指示啊你需要特别看管同埋不得与外界接触啦。咁其后啦，辩方呢就质询案件主管下达有关命令嘅原因啦。咁证人表示啦，因为呢本案牵涉严重暴力，加上呢涉及呢个枪械同埋炸弹啊，所以呢认为呢犯人需要特别看管嘅。另外呢当时因为调查工作尚未完成嘅，故此呢不能让犯人呢与外界接触，以免犯人呢向同谋通风报信啊。咁收到惩教处通知啊，阿彭君豪呢就称有爆料啊。咁被辩方盘问案件主管有关申请重返证人嘅程序同埋细节。当时呢案件主管收到呢惩教处通知啊，指彭君豪呢要求见警方，咁声称呢希望提供资料协助调查。咁2020年嘅3月12号啦，警方呢就会见阿彭君豪啦，随后呢就向律政署呢索取呢个法律意见。咁辩方质疑啦，彭君豪喺3月啦初次与警方会面呢为何长达3个小时呢？咁证人呢指呢他相信啊同事指示向彭君豪呢解释呢向警方提供资料嘅程序。又指呢警员呢有向佢呢口头汇报会面嘅情况啦，但佢呢已经呢忘记咗实质嘅内容啦。咁另外啦，警方向彭君豪呢录取冇选权益口供嗰时呢有做笔记同埋拟定草稿嘅。事后呢亦都有向案件主管呢就口头嘅汇报啦。但冇提及啊现场提供笔记或者係草稿啊。辩方嘅大状啊喺庭上面高谈阔论，影响緊呢个陪审嘅中立啦。咁喺上午啊审讯休庭之前呢发生一段小插曲啦，就係控方啊向法官就提出不满啦。指责啊辩方嘅姚大律师呢经常同佢助手啊喺审讯期间呢高谈阔论，加上姚大律师嘅座位呢嘅位置呢同最近呢个陪审员啊，佢哋大声倾谈呢有可能影响陪审员理解本案细节嘅中立性啦。故此呢控方要求啊姚大状检点啲。咁啊法官呢都表示认同嘅，并提醒辩方嘅姚大状呢注意自己嘅声浪啊。好啦，今日我讲住咁多先啦，听日呢即係控方呢将会向其他嘅证人呢咁提出提问嘅。大家如果想继续知道更新嘅情况呢，咁就要继续留意屠龙小队嘅案件审讯最新发展啦。好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